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太上感应篇》汇篇第81句：“见他摄美，起心思之。”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第690页，请看第二段。敌仰王勤政，与林父通好，有接崩之约，而虑其夫追己，父因既杀其夫，正闻大骇，即独身逃至江山县，相距70里，至未已远，后可脱也。即入饭店，店主聚二人时，正问其故，曰：“向有披发人随汝入。”挥二人呼，正知怨鬼相随，遂到关自首。男女俱伏法。好，我们来看这段的字句解说。敌仰，这个敌仰呢，根据我们所了解查询的资料呢，历史上没有敌仰这个地名啊，在中国呢没有敌仰这个地名。这个敌呢，应该是除的笔误。三点水呢，右边呢是加减乘除的除，这个字呢念除。那如果是除仰，就有这个地名。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从安世全师呢《欲海回狂见一》呢里面这个摘录过来的。但是因为地在中国的地名上没有敌仰这个地名，所以应该是笔误所以这个可能是除仰。那么这个除仰呢，就是在安徽省滁州就是今天的安徽省滁州，以前呢古代的地名叫滁阳。那么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里面经文讲呢，王勤政呢后来逃到江山县，那江山县呢就在今天的浙江省江山市，那浙江跟安徽就很接近了，那这个就有可能所以应该是滁阳，就是今天的安徽滁州。再下来这个江山县呢，是今天的浙江省江山市。我们再看691页，象就是刚才伏法就是依法被处死刑，叫伏法。这个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滁阳这个地方呢，有一位王勤政，和邻居的妇人私通，两人呢约定好一起私奔但因为怕她的丈夫追到，于是妇人呢就设计呢要杀害她的丈夫。王勤政呢听了以后非常害怕，就立刻呢独自逃到江山县在今天的浙江省江山市那么这两个地方呢相距有70里。王勤政自己以为已经远离了，祸害呢可以解除了，
当他肚子饿的时候呢，进入饭店要用餐的时候，店子呢，店老板呢，店主就是店老板呢，准备两份两人份的食物，啊，王勤正呢就问店主说：“为什么这样？哈，为什么准备两份食物？只有我一个人进来啊？”店主人就说了：“刚才有一个披头散发的人跟在你后面进来啊，不是两个人吗？”王勤正呢知道这个怨鬼呢已经跟随他了，已经跟着他了，于是呢就到官府住手。这对男女呢两人呢都被判死刑。这一段呢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讲邪淫的故事，但是里面呢就讲到三世因果啊，讲到灵性不昧，讲到因果不空啊。我们凡夫呢就是有这个见惑啊，见惑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身见啊，这是身体的执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边见啊，边见呢分成两种，一个呢叫断见，一个呢叫常见。断见是什么呢？叫断灭见。断灭见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也不管因果，也不管轮回，也不怕鬼神，也不怕地狱，当然也不怕法律啦，也不怕公安啦，也不怕警察，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现在年轻人的流行的术语。所以无恶不作，招摇撞骗，尤其像台湾诈骗集团非常的多啊，甚至呢这个诈骗集团的机房呢，就是这个电脑机房呢，都设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徽州啊，肯亚啦啊，几个徽州国家还是被人家抓到，那被中国公安人员呢啊全程押解到中国接受审判啊，甚至还射到中南美去，中南美这个这些国家啊，就是他们不怕因果，他们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像这种人都是什么，大部分可以说 90% 以上都是属于断见，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因果，人死了就是死了，就没有来生他世了，也没有前世了，这个叫断见，叫断灭之见啊。佛陀说呢，这叫边见，这叫邪知邪见，是属于见惑的一种。那边见另外一个叫常见，常见就是人死的永远当人，所以吃尽所有天下的动物，天上飞的、水中游的、路上走的、路上爬的，全吃。除了人肉不敢吃以外，其他全部吃。他就什么？他认为人死了永远当人，这叫做常见。所以常见很重的人，他就敢造杀业，杀蛇啦，杀穿山甲啦，杀猴子啦，起猴脑来吃啦。甚至我看电视报道，
那中国还有人敢吃什么？啊，吃那个老鼠刚生出来那个老鼠肉，哦哟，那真的很可怕呢。啊，还吃活的呢，活的那个小老鼠刚生出来，突就都吞下去了。啊，那太可怕了。那，要不然就是以前呢，听说要吃猴脑，用榔头呢把猴子的头破了，就敲破了吃猴脑。这叫什么？常见的祸害。断见跟常见呢，这两个是边见。啊，那么第三个呢，见后的第三个叫邪见。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轮回。那第四个的见起见，第五个戒禁起见，这五种是属于见惑。所以有断见，有常见，就杀到一弄他就不怕了，他就敢做了。那。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不相信因果报应。其实因果报应，老法师说不是佛创设的，不是佛家的专有名词。因果你不相信，它也存在；你相信，它也存在。在《义利宝钞》里面，我们讲过，观世音菩萨说啊，因果两个字，哪怕是诸佛菩萨再来。都不能违背因果，所以老法师讲因果五大原则：善恶不同时，因小果大，因果不空，善恶不能相抵。啊，善跟恶是不能相抵的，还有因果通善事。这五大原则我们要记起来。那我几年来讲因果的结论呢，跟心斗，我的体会是灵性杀不死，因果不空，啊，还有因果通三世，然后呢，自作自受，不作不受，所以因果呢，它是真理。我们看安世高大师来中国两次犯病灾，啊，那佛陀呢自己示现给你看，他们四家族被灭掉，被琉璃太子灭掉。佛陀因为在无量劫以前，他们的家族的人是宜春的移民，把这个。池里面、水池里面的鱼全部捕光了。那佛陀只在以往的头部敲三下，佛陀这一次想到这个事情，头就痛三次。佛陀想到这个事情，头就痛。啊，那佛陀在这一世的时候，率领500弟子去应供，也有3个月的马麦之报。这个都告诉你，因果不空，连佛来都不例外。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这个故事呢？故事虽然短，但它很有启发的意义。如果你想到这个故事，我待会要讲这个故事。你动个恶念都不敢动，你动个淫念都不敢动，所以我这一段的故事呢，啊，我们刚才这样讲完，这个王勤正呢，他逃到江山市了，他逃到江山县，他以为没事了，所以因果这个东西，业力就是什么，万般将不弃，唯有业随身啊。哪怕是你逃到山边海角，都一样跟你追到。
所以王勤正以为没有事了，结果肚子饿了，到饭店去点餐。老板看到两个人，后面跟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就是这个王勤正的邻居的妇人的先生，被他太太害死了，被他妻子害死了，变成冤魂，变成厉鬼，要来逃命的。所以我在讲明因果解业力，幸福圆满人生里面，我也讲到这个故事啊。我们桃园县有个卖地板的商人，他因为装潢费800多万没有给，没有还，对方呢，这个装潢的商人呢，不甘愿，就把这个债务呢交给讨债集团。讨债集团呢，就把这个地板商人呢，押到桃园龙潭，把他头部套塑胶套，双手环绑，用棒球棒把他活活打死，然后尸体把他丢在桃园县跟新北市以前的台北县的交界处张寮寮山区。那这个地板商人的车子把它丢在宜兰县南方澳的渔港水中，把它淹没政绩。最后，这个讨债集团的主谋，陈姓的主谋，他的17岁的未婚妻住在宜兰县罗东，到警察局去问笔录的时候，跟警察讲，因为他有阴阳眼。他说那个地板上的呢，就站在他旁边看他问笔录。所以那个地板商人在桃园被这讨债集团打死的时候，打死的第二天，他的魂魄呢就到宜兰呢去找这个陈姓主谋的太太说：“你先生哦，带人把我打死，我要报仇。这帮匪徒呢，不到我的灵前下跪忏悔呢，我绝对不饶过你们。”陈姓主谋的太太呢，怀孕8个月了。他本身有气喘病，他就让他每天都气喘，所以陈姓主谋跟这个他这个未婚妻呢，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叫道术做法都没有用，挂香火袋也没有用。好，所以这个故事我就讲啊，我刚刚讲这个桃园这个商人，地板商人是现代的故事啊，那以前就有啦。啊，那我这个故事给我个启发，就是说因果不空，业随身啊。那我的题目呢，这个故事的公案的题目叫什么？冤魂伴凶险。冤魂伴凶险，这是出处在哪里呢？出处在我们清朝很有名的一位达官贵人啊，他叫纪晓岚，他写的一本英国的书呢，非常的畅销，叫《阅微草堂笔记》啊，我很喜欢看呢，《阅微呢草堂笔记》啊，真的很喜欢看，他确实写得很好，而且记载的呢很清楚，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他很用心去整理。是一本呢很好的因果报应录。那么高雄晋中学会呢啊，他们发大心呢啊，把它整理呢白话文出来，非常难得，功德无量啊。因为纪晓岚他学问很好，他是一个当官的，当大官的一个读书人，所以他是用文言文写的。他的文笔非常好，那现在的文言文的底子大家都比较不行了，比较差，会看不懂，所以台湾呢，高雄晋中协会呢就发心把它翻译成白话，难得啊。那这个故事
发生在清朝乾隆庚午年间。那么那时候呢，发生这个国库呢被偷盗，很多珍贵的珍奇异物呢都遗失了。那么官方呢就开始呢把这些看守国库的这些人呢，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官吏呢，他的名词叫做什么？叫怨妇。这个怨是草字头，草字头那个怨啊，户就是户头的户，怨妇呢是那个时候管国库的这些人的名称，他的官职的名称。那当时官方呢就把这些管国库的怨妇这些官员呢就把他一一的呢一个一个提来审问询问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常敏的这个怨妇，这位官员，他在接受审问的时候突然间变了声音了啊，他被一个冤亲债主，就是冤鬼呢把他附身了。这个我在讲因果故事的时候，我有提到我小时候，就是我二舅妈，她是原住民，她在我外祖母家呢，夏天的时候晒稻谷，在庭院晒稻谷，结果中暑死掉了。死掉以后呢，裤子里面都是大便跟这个粪尿。她死后头七呢，就附在我三舅妈身上。我三舅妈姓萧，不会讲原住民的话。哦，我们台湾原住民呢，啊，我们一般呢称呼他们叫，俗话讲叫高山族，但是现在为了表示尊重，我们都讲原住民。啊，那我三舅妈就坐在床铺上呢，啊，因为我二舅妈生前跟我爸爸感情很好，所以这个事情叫我爸爸去沟通。啊，他交代几件事情，小孩子还很小。啊，他裤子里面都是大便，因为他最后一念是很执着的，执着他什么？他裤子里面都是粪便。那另外交代我二舅不能够再续弦，就不能再娶太太。所以我二舅已经往生了，到往生前都没有再娶太太。所以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就是我三舅妈变成我二舅妈的声音。我那时候小时候就对这个很有兴趣，很好奇，说那我三舅妈的灵魂到哪去的呢？所以我很调皮啊，我小时候还去问我三舅妈，第二天去问三舅妈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我不敢跟他讲说他被二舅妈护体啊，我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他说睡得很好啊，我就不敢再讲下去了，我不敢讲说你被二舅妈护体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一点神是灵性，灵魂很不可思议。明的时候叫灵魂，悟的时候叫灵性。佛家不讲灵魂，佛家讲神是。啊，那是一般民间的说法，道家的说法叫灵魂，三魂七魄。那佛法上呢，佛家讲神是。讲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明了自信以后的身口意的这个记录累积的种子，叫做阿赖耶识，叫神识。啊，李炳南老师说，气候来先做主攻，那是讲阿赖耶识，讲八识。啊，人还没来投胎，灵魂已经先在旁边等了。那人往生的时候，最后走的也是那个第八识阿赖耶识，就是气候来先做主攻。气候就是离开以后，来先就是要来投胎转世的，做主攻，谁在当家做主？现在是业随身，是灵魂在做主。悟了以后呢，自信做主。所以常敏的这位官员突然间变了声音了，变成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这个烟鬼是小孩子的话，
那他变出的声音就是小孩子的声音啊。那当然，又讲回来，如果被附体的声音是变成女众的声音，那这个因果就是女众啊。那这个长敏这个关联呢，他突然间在被审问的时候呢，他变出来声音是一个小女生的声音，而且他都知道这鬼道众生都有报通，他透过长明的嘴巴说什么呢？他说遗失的东西不是长明偷的，你看他鬼都知道，鬼都知道谁偷的，你往哪边逃？他说不是长明偷的。所以呢，你讲到这里就觉得很可怕了。印光大师说，幽冥世界的地狱呢，不需要那么多关联，不需要那么多公文。我们以前在讲座里面有讲过，印光大师说他是同步的，他用什么？他用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地狱里面的涅槃台。那个涅槃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境了。我们的心一造，所有的罪善恶业都造出来。所以我们以前在讲感应变会变的时候就讲过，地藏王菩萨的明珠，那个明珠表示我们的自信，我们明了以后，明珠蒙尘，上面有灰尘，就变成罪珠，造作罪业的明珠。那么地藏菩萨讲说，我们的心境，我们本来的心地，就是变成内境了，变成涅槃台了。所以他我们造作罪业跟地狱那边是同步的。可怕就可怕在这里啊。我们以前有讲过一个我义大师建文路公案，一个湖北僧人，他晚上会在阴间里做判官呢。那么有一次他去做判官的时候，他看到阴间的那个簿册上有记载他太太啊打死一只鸡，后来就把它折痕，有几斤几两的重他都记录下来，那上面都记录下来。后来他醒过来问他太太有没有打死一只鸡，他太太本来否认，后来他跟他讲说他在阴间看到记录，他太太才承认一磅一秤真的是几斤几两，连毛一斤十二两。后来去撇邻居 那只鸡，是因为邻居的鸡跑过来，他太太把他打死了，还躺在死鸡也躺在庭院里面还没处理的，那阴间已经知道了，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他说遗失的东西不是长敏托的，可是杀人的事情却是他做的。你看长敏杀死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他以为都没有人知道，这个冤鬼讲出来的，这个小孩子的冤鬼讲出来啊。他说我就是被害人的灵魂，审判的关联呢，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景象呢吓了一跳啊，诧异不已，为求谨慎呢，就这个案子呢知事体大，赶紧将这个案情呢转报刑部来处理。刑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更上一层的啊，比如说高等法院、最高法院。那么以前的刑部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法务部、司法部。那么那个时候呢，纪晓岚的父亲呢正好是在刑部，那么官呢当到江苏司郎中。那么纪晓岚的父亲呢跟余文礼先生呢等人呢共同审理此案。当他们将长敏提来问话的时候，长敏以被害人的灵魂的口吻说，
我的名字叫二格，今年14岁，家住海淀。几岁住在哪里都讲出来、啊、我的父亲呢叫李兴旺，去年元宵节，因为他去年被害死的，等于说一年以后就来报仇了。他去年呢元宵节的时候，长敏带我去看花灯，回来的路上，他趁着夜深无人的时候，企图来调戏我，我奋力抵抗，并且警告他说，回去一定要告诉我父亲。长敏呢，一听之下呢，非常生气，就用腰带呢把他勒死。小女生这个英文就说了，用腰带将我勒死，并且将我的尸体掩埋在河堤底下。在我失踪之后，父亲呢怀疑是长敏将我藏匿起来，于是呢就到巡城衙门去告状。后来呢案子发送到刑部来审理。刑部的堂官就是法官，既然说查无实证，这个地方呢讲到这里啊，就要给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人啊特别要注意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台湾话讲，人在做天在看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不能怎么样，不能像台湾古代的俗语讲的，有钱判生，无钱判死，那就惨了。这里就跟你讲这么清楚啊。他说堂官竟然说查无实证，要以重新追查涉案人为理由搁置整个案子，所以这些鬼神都知道啊，这些冤案的人都知道啊。从那天起，我的冤魂就一直跟着长敏的身后，但只能跟他保持15尺的距离，跟在后面。起初呢，我就觉得他像一团火球似的。为什么？这个火球什么意思呢？他阳气很旺，因为人有阳气嘛，人死掉以后就没有阳气的，所以阴气特别重。我们所谓的阴间，所以凡是到阴间，或者说你碰到阴间的鬼魂，你都会觉得好像冷冷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说，那这位小女生，这位小冤魂呢，就说呢，他起初觉得他像一团火球。这个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是什么？你运气正在旺的时候呢，那个能量很强，你的阳气特别重，所以他没办法靠近，很难接近。后来呢，他身上的热量逐渐消失，这六个字很重要，热量逐渐消失。我的体会是什么呢？福报快用完了，寿命快到了，就是我们泰山感应篇里面讲的，天地有四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以德轮算，算减走平号，多逢忧患，人皆物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心灾之，算尽则死。这就是什么恶心灾之了啊！我们台湾啊，讲那个小偷被抓到，叫贼心该败啊，这就恶心灾之的意思啊，贼心该败啊。所以福报快用完了，阳寿快尽了，能量就逐渐转弱。用现在的用语叫什么？气衰了。所以老和尚说，这些冤亲债主什么时候来报仇？你气衰的时候，你临命终的时候，他就来了。气衰。那，所以这位
小女生这个烟鬼呢，他就发现呢，这位长敏身上的热量逐渐消失，他就一尺一尺的靠过来，一直到今天能够完全附在他身上。这个就是大陆，中国大陆常常讲的附体，就这样来的。那这个二狗就接着说了，他说当时呢，我父亲前来告状的时候，我的冤魂就悄悄的跟在他身边。后来案子交给刑部来审理，我很清楚的记得受理此案的部门是广西司，你看他都知道。那换句话说，你审办人是哪个法官，他也晓得啊。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讯啊，从事审判工作的，不管是警察人员、法官，一定要记得，举头三尺有神明，在落笔的时候，绝对不能够造伪造的笔录，不能错用不当的法条，不能够造成冤狱，不能错判冤枉好人，不能错判这个案子的当事人、被告乃至于原告。后来这个堂官呢，就根据二狗所提供的日期，果然在广西司找到该项资料、该项案卷的卷宗，这个是很神奇的。同时又询问了有关掩埋尸体的正确位置。恶鬼的冤魂主持了，他就透过这个长敏的嘴巴说出来，就在河堤旁的第几棵杨柳树下。那么以前的办案人叫捕快，就根据线索果然挖掘出来恶鬼尚未完全腐化的尸体。当李兴旺他的父亲被传，当这个小女生的父亲李兴旺被传来认尸的时候，他一见恶狗的尸首，随即放声大哭的说：“这确实是我苦命的孩子啊！”虽然说整个案子相当的离奇，但是经过不断的验证之后，整个情节确实如恶狗灵魂所诠释的一样。那么在审讯长敏的时候，只要堂官叫唤长敏，长敏就会如大梦初醒，好像突然间回魂，用自己的身份来回答。但只要堂官唤二哥的名字，长敏的身体便会传出二哥的声音。就这样经过数次的交叉询问以对质之后，长敏终于胡所认罪。那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以后，这堂官呢也很有人情味，他特别呢为了抚慰二哥跟他父亲之间的失恋，这些堂官们呢，也利用时间让李兴旺跟他女儿二哥父女在大堂上交谈，而他们之间的对话全部围绕在家中的生活的点滴。哎呀，爸爸，你最近好不好啊？你爸爸就问你哦，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啊？听起来很悲伤啊，啊，所以人在的时候啊，要好好把握姻缘啊。啊，要互相修忍让、礼让、谦让啊！啊，有缘才能当眷属啊！老法师说：“报恩报恩，讨债还债啊！不管是报恩也好，报怨也好，报恩我们更应当珍惜，报怨我们以德化怨，用德行来感召，用爱心、用付出、用无怨无悔来化解这些冤气，用佛法、用智慧
用拜佛忏悔，用念佛来回向，把它呢，把你家中的眷属这个冤气能够化解掉。主你是讨债还债，无债不来。夫妻是缘，有报恩报怨，无缘不济。那子女是讨债还债，哪怕是讨债，只要你能够觉悟，发菩提心，就像我到普陀山去朝圣的时候，我在临海见到王居士，他因为赌博输了百万的人民币，害死他非常贤惠的妻子，害他自杀。他最后呢，听老法师的讲经，痛下决心呢，诵无量寿经。15年来，诵了将近无量寿经20000部。到第8年的时候，他的身上的胃的肿瘤就消失掉了。他有拿检验报告给我看，我还把用相机把它拍下来，确实那个肿瘤不见了。他到现在诵无量寿经已经20000部，15年了。他现在不用听净空法师讲经了，他完全明白道理了。他现在在看江卫龙居士的《金刚经》讲义，还有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注解》。他上次分享他领悟的心得，我非常的赞叹他。他就跟我亲口讲，他诵了15年20000部的无量寿经，终于改变他的业力，因为他跟阿弥陀发一个愿，他今生如果不求生极乐世界，他永堕阿鼻地狱。他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呢，本来是讨债的，现在也是变成菩萨道理法亲眷属，也学佛了。这就是这里讲的啊，你不要等到像啊。李兴旺跟那二个妇女啊，在那边交谈啊啊！现在最近过得好不好了？那、啊、都来不及了。啊！后来呢，唐官总结此案，由于证据确凿，在回报上司之后，很快便判决下来，结论是凶险长明，泯灭人性，罪无可赦，依例论斩，就是判死刑。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他把这个恶鬼这个小女生埋在河堤底下，没有一个人知道啊。但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还有鬼神知啊，还有亡魂知道啊。你逃得了一死，你逃不了一世。你逃得了今生今世，你逃不了来生他世啊！一定可以找得到你啊！所以老法师说，因果如果从三世来看，很公平，没有谁吃得了亏，也没有谁占得了便宜。判决的那一天，恶格显得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他的冤气终于可以化解了，法力还给他公道了，恶人绳之以法啊！但是这个呢，这个只是花报而已啊，不是这样就化解掉啊。果报呢，这个长明果报在地狱啊，他花报是问斩啊，是被砍头啊，但是果报在地狱、啊、来生他世再到人间来啊，他还要短命多短命啊，短命还有多病呢、啊、还要还命债呢。所以这个恶鬼在判决那一天呢，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呢，这个小女生很孝顺，就帮他的父亲呢卖糕饼，以是呢，他在欣喜之余呢，透过长明的身体再次高喊着他特殊的叫卖声，卖糕饼咯，卖糕饼咯，他特殊的那个叫卖声听起来也是让人家鼻酸啊，很心酸啊。
所以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佛法难闻今已闻啊。若不向今生度此生，更待何时度此生啊。你听到恶果这个小女生，在她的阿赖耶识里面已经死掉一年了，她还可以清清楚楚的记得她生前帮她爸爸卖糕饼的叫卖声啊，听起来是很可怜啊。她最后要跟她爸爸告别的时候，就用长敏的身体唱出她帮爸爸卖糕饼那种叫卖糕饼的叫卖声啊。李兴旺他的父亲李兴旺听了以后老泪装红的说啊，那一年多来呢，未曾听到我女儿这样熟悉的叫卖声啊，简直跟生前一模一样啊。诶，长敏是男生呢，男生的身体呢，恶果透过他的身体发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恶果原来灵魂的声音啊，证明我们讲因果说灵性不灭，灵性杀不死，你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说悟了以后正得不生不灭的自信啊。佛讲的没有错啊。啊。六大师说的没有错啊，本质清净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是本质寂止啊。何其是本不生灭，何其是本无动摇啊！我们了解自信没有生死啊，相有来去，自信没有来去，自信没有生死，生死只是一个缘起缘灭啊，一起一年的结束，在佛法上讲叫昏断生死啊，一段一段的这样的生死啊，这一段当人，下一段当狗，再下一段当鬼，一段一段的生命叫昏断生死啊。啊，所以李兴旺啊，他李护随即问恶果说了：“儿啊，今后你要往哪里去啊？”这句话听起来更让人家悲伤啊。父亲毕竟是父亲啊，虽然是死了，民娘两国还是挂虑女儿要往哪边去啊。所以只要你能往生极乐世界，一切都了啦。只要能往生极乐世界啊，你就可以超度你累世的冤亲债主，累世父母，历代祖先啊，通通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你才有本事道驾出往救他们度他们啊。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都怎么样？各自流转生死啊。佛陀说的，我们世俗以来我们所流过的泪像海水那么深，我们所烧过的尸体的骨灰像须弥山那么高啊！所以，我们哪一世里面不是都做人家的父母，做人家的子女啊？所以，佛陀为什么告诉阿难说，佛陀经过一个路边，看到一堆枯骨，佛陀跟他顶礼。阿难说：“佛陀，你为什么跟枯骨这个这堆白骨顶礼呢？”他说：“他也是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啊。”所以佛陀在告诉阿难尊者啊，在告诉目犍连尊者啊，要超度祖先一定要写七世父母啊。为什么七世父母？七世就是佛法里面的表法，七代表无量啊，无量世以来我们的祖先呢都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老法师提倡这个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祭祖大典，这个叫祭祀我们的历代祖先，事实上其中也有我们的祖先啊。当你到佛的境界的时候，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父母啊，所有众生都是你的子女啊。啊，你到佛这个境界的时候，就不分别、不夹杂、不间断，就没有分别了，就是平等法界了，就入不二法门了。所以呢，他父亲就很关心他说：“我啊，你今后要往哪里去啊？”那个恶果他也不知道啊，他是一个凡夫啊。他怎么说呢？
恶狗回答：“我也不知道啊，总之就是向前走啊，为什么？所以流转呐、啊，很可怜呐、啊。他就是要去排队啊，等投胎转世啊，哎呦，做人的资格啊，要持五戒十善啊。啊，你来当人还要有福报啊。所以《毅力宝招》里面讲，在江一直老师画了那个因果图鉴第一变相图里面有讲啊，人要来投胎啊。佛陀说呢，要得人生呢，如爪上土啊，指甲里面的泥土啊；失人生呢，如大地土啊。所以呢，要得人生叫什么？在大海里面的盲龟与浮木啊，一只眼睛瞎掉的乌龟呢，它刚好可以从海里面浮出来，刚好有一颗浮木中间有一个洞，它刚好穿进去，这是得人生之难啊。啊，有些人就说没有啊，现在人口七十几亿啊，没有错，你怎么晓得？有些不是第一道来的呢，有些不是出生道来转世的呢，有些不是天道来的呢。啊，六道是互相轮回循环不已啊。佛陀在《楞严经》里面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佛陀就跟你讲啊，羊也会来当人啊。当恶果把话说完以后，旁边众人就在对长敏叫唤恶狗的名字，再也听不到属于恶狗的声音的回话了。为什么？恶狗已经离开了，他这个案子他已经报仇了，他让恶人生之以华，他心愿，他心中的怨气已经化解了，他就去阎王那边报道了，准备什么？准备听候阎王的审判，以后最后他去投生到他该去的地方，就是《无量寿》里面讲的转生受生改行异道啊，或者到人道来啊。啊，所以这一段虽然是一个啊短短的一个因果故事，也跟这一篇离阳这个王勤正这个故事几乎是不谋而合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感应篇》汇篇里面，它有很多很有智慧的法语，比如说在前面《感应篇》汇篇前面，宋朝严炳写的《普劝修行文》里面讲的，我们要把握这个生命呢，一旦命根绝次了，四大轰刀割死，外则脚手千抽啊，内则肝肠痛裂啊，啊。所以死了以后呢，死者不免神识奔驰啊，就是刚讲恶狗讲的，他父亲问他说他要去哪里，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一直往前走啊，就这里讲的死者不免神识奔驰啊，前途不见光明啊，恶狗就不知道他往哪边走，他说反正继续往前走就是了，继续往前走啊。所以感应篇跟你讲这样啊，严炳跟你说前途不见光明，即眼前无伴侣啊，没有看到一个熟人，过奈何岸，要过奈何桥，见之无不悲伤啊，入鬼门关啊，道者尽皆凄惨啊，世上才经七日呢，阴间压见死亡，世间才过七天呢，阴间已经被缩压呢，去见十殿阎王啊，朝官报案没人情啊，一主持差无效面。朝官就是阴间的判官呢，都没有讲不讲人情的，那些夜叉呢都没有笑容啊。啊，在日呢造恶者，在人间造恶的压入汤土、火土、刀土啊，这是三土啊。入寒冰者皮肤冻裂的，深水夜风吹在火，火中啊命中罗刹喝重生啊。
死了以后又跟你变成叫活，活了以后再叫跟你弄死了，弄死了又再叫活啊。命中如刹，何重生啊？啊！以前你这以前起死耍俏红颜呢、啊，欢成灰烬呢、啊，今日荒凉白骨了、啊，变作泥堆啊！你在世的时候，你说你多漂亮，你绝色美人，就叫耍俏红颜了、啊。一火之间就变成灰烬了，翻成灰烬了，变成荒凉白骨一堆啊，变成一个泥堆一样。所以啊，有福会造业啊。三世愿啊，今世修福，来世得福报，造业，第三世就堕三恶道啊。我们台北最近啊，闹了一件沸沸扬扬的刑事案件，命案啊。在台北东区一间很有名的一个英文字的，我不好意思讲他的饭店名称，一个英文字母啊，很有名的世界级的观光旅馆，在我们台北东区这个饭店呢，我们台北有一位有钱的富二代，新闻把他称叫土豪哥，他很有钱，叫土豪。他爸爸很有钱嘛，搞企业的，赚很多钱，给他挥霍啊，啊，坐劳斯莱斯的，起笑话，结果呼朋引伴了，找那个传播妹，我们台北叫传播妹，叫坐台小姐，传播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起名叫传播妹，是传播是非呢，还是传播这个淫荡的事情，还是传播淫风？我们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名字叫传播妹，坐台小姐就是了。这位土豪哥就找他几个好兄弟上酒店狂欢，然后到这一家饭店，连包3天的饭店。里面在开 party， 什么 party？ 毒趴、吸毒的 party， 咖啡里面全部都是毒品。结果这个年纪小小的模特儿叫小模，这个模特儿吸毒品吸到死掉，成为台北市最近这几天重大新闻。这是这里讲的。耍俏红颜啊，你多漂亮，翻成灰烬，一堆白骨啊！所以呢，要好好觉悟啊。从前的恩爱到此成空啊，自惜英雄，如今安在？以前是英雄啊，当部长、当总统，现在安在呢？如今安在啊？啊，我们台北市有一个前朝的某一位部长。啊，管金融的，啊，在我们台北一个大饭店饮酒作乐，突然间心脏暴毙，死在餐厅里面，死在这个大饭店里面，就像自惜英雄，如今何在啊？利比亚的葛达会，伊拉克的海山，啊，被炸死在马路上，自惜英雄。如今何在啊？烈日霎时，空寂寂啊！悲风动处，冷飕飕了。夜闲而鬼哭神嚎了。睡久坐，压舱却走啊！芳草盼漫留杯时啊！溧阳中空挂纸钱啊！夏少投篮免如斯啊！就是到最后的归处，就是坟墓。留下那个悲史啊，荒草盼漫啊，啊，你到极乐世界是黄金铺地啊，啊，七重罗网，七重拦笋啊，是七宝石八功德水啊。阿弥陀在那边法印仙流说法，阿弥陀在那边跟你讲无量寿经啊。你为什么不找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到这个地方荒草盼漫留悲俗呢？溧阳中空挂纸钱呢？
人家去给你扫墓啊，烧一点纸钱给你飘啊飘啊飘在那个还杨柳树上面呢、啊，叫立阳中空挂纸钱啊。啊，到这里整声不行了、啊，大家祭言休耕埋头啊，翻身跳出迷津呢、啊，坛子裂开爱王啊，休向鬼窟里做活祭啊。要祝若团上有真人呢、啊，是懒是你总堪修啊。这后面这段非常的好啊，听到刚才恶狗的哭声，恶狗在叫卖的他爸爸以前生前他帮他叫卖的糕饼声音，他爸爸问他你今后往哪边走，他说我也不知道，只是一直往前走就是啦、希望我们都不要走到那一步啊，能够坐到这里讲的，怎么不赶快醒过来呢？大家要张开你的智慧眼呐、要埋头苦干呐、要跳出这个迷津呐、这个迷人阵呐、这个世间就是迷人阵呐、会让你迷惑颠倒啊！不管是前观、美人观，都搞得你没办法走出迷魂阵呐。坛主裂开爱王啊，刹那之间把爱王割掉啊，切断了、坛子裂开爱王，就像鬼窟里做活祭啊，不要往鬼道里面钻啊，没有人叫你去啊，是你自己要去的、要知道啊，这个身体里面住的一个常住真心啊，这一念心就是真人啊，他是真佛啊，现在迷了，老和尚说变成糊涂佛啊，可是佛从来没有离开你啊。但是你迷了以后，你变成迷糊涂佛，啊，佛跟你到哪？佛跟你到地狱，佛跟你到鬼道。哪一天你醒过来了，你的佛性就现前，你觉悟了，你就凡夫成佛，烦恼就成菩提。迷惑颠倒众生就变成真人了。真人是什么？一真法界的菩萨叫真人啊，所以呢，是男是女总堪修啊，男的女的都可以修啊，啊，好，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齁。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啊，民家境间疑心染坊双复尘世有容色。因木客见而悦之，既然屡购其家，诱而百端，知不能从，以树木置其家，明日以道文以观，又会蓄力细累窘入，以济其从。复日夜哀悼以闲谈，曰：我家浅世神醉酒，独不能为我诱夫。是夜梦神语曰：以命黑虎矣。木客闻之，犹骂痴妇不识入。木客以六七人入山贩木，狐虫临出，隔月数人，衔其驼而去。我们看这段的字迹解说，嘉靖是明朝明世宗的年号，他在位呢45年。再来宜兴，宜兴呢在今天江苏省宜兴市。染坊就是给这个布跟帛跟衣物染色的作坊，古时候染布帛的店铺叫染坊。文理官，文就是向官府报案，蓄力，蓄力就是封建官府中的小吏跟差役。细累，细累就是积求求进。窘入就是困迫临入啊。济就是企图非分的谋求。玄坛就是道观啊，他这个道观呢是玄天上帝的道观。
那么隔越就是超越。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明世宗嘉靖年间，在宜兴这个地方有一位金银染坊的遗孀陈氏啊，就是寡妇了哈。陈氏长得有些姿色，有一位贩售木材的商人看到了，非常喜欢她，经常借染布的机会到她家来，多方设法诱惑她。后来知道她不顺从，就将几只木材驮到她家中。隔日呢，就到官府告发他窃盗，又贿赂官吏呢，将他囚禁起来，啊，用尽办法来侮辱他，希望他能够顺从。妇人就在晚上呢，向玄天上帝呢哀嚎祷告，说呢，我家虔诚的祭祀神明很久了。在这个时候，难道不能保护我吗？当天晚上就梦见神明告诉他说了，已经命令了黑虎了，就是已经派黑虎这个鬼神来了，这只老虎来了。贩木材的这个人呢，听到此事以后，还骂他说呢，是一个吃妇。不到几天，这个贩卖木材这个人呢，跟六七个人呢一同上山呢要买木材。忽然，老虎从森林中跑出来，越过几个人，将贩卖木材的人呢头呢衔走了。啊，好，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江陵降僧郭某急忙入场，为放榜时对门扬声微曰。我晋为阴府判官，资金该重57名，未如某夜某日，江北收租以一田户果活于心裂之下，又汝家一婢为汝所用，而受气不得其死，你来复告，我苦欠之，彼复服狱难解，以此除金民矣。我们看这段的字迹解说，江陵在今天江苏省南京市中部，啊，长江南岸，啊，现在的南京市江陵区，啊，降僧呢是科举时代称府州县学的僧员，明清时为秀才的别称。入场就是进入考场，判官明世宗阎王属下掌管生死簿的官，收用，古时候主人收纳婢女为偏房，这叫收用，不得其实，不得善终。佛意就是郁闷啊，心情不舒畅，郁闷。好，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江陵呢，这个地方有一位僧人郭某，己卯年呢参加考试，在还未放榜的时候，对门有一位扬声对他说了：“我最近当阴府的判官，知道你应该考中第57名，因为你在某月某日的时候。”到江北去收租，有一天晚上在郊野和一位邻村的妇人私通，又你家有一位下女被你收用，就收为偏房，啊，因受你的气不得好死，经常前来鸣虎告状，我苦欠他，他心中愤郁难解，因此呢。而将你的功名消除。啊，好，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张宝知成都有华阳李卫妻，美冠蜀中，宝玉失之，
偏托尼姑乃子密意此意，久之七意有心，而礼位是以张拜，宝音合奏，宋玉根刊，串领外十余路，宝后落未母，强而起之，欢乐不舍，无何。复病仿夫，见李卫在旁，临终以宝曰：“妾感君恩，不敢不报，未以述于天，但系迄今，若生机未必得变，果后亲出，必为所指。”言弃而死。未几，宝玉得病，因至复言，防范甚严，主不敢出户。一日暮坐，遥见堂下竹间有一红袖青招，访问未期，急趋急护，乃未也，只好痛窝且骂曰：“你这孑子，非逢秀招摇，如肯来夫良久，鼻出血，以家人言其故而死。”那魂被鬼抓走了。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知就是主持执掌。华阳县呢，跟成都县同为成都府治。啊，乃子就是乳母，就是我们俗话讲奶妈。密谕，秘密的预知，秘密的告知。以张拜，张就是贪污受贿，拜就是败露。根刊彻底查究。串领外，串就是放逐驱止，领外就是岭南。唐代呢，指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这三省及越南北部地区为岭南，就是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葛僚，因为六祖大师是广东南海人嘛，所以他说他来自岭南嘛。那当时跟五祖弘忍大师在对话。他说：“你这个葛僚也可以做佛吗？”葛僚就是现在讲的广东、广西、海南，这是岭外。那娶呢，就是娶妻，娶就是娶妻啊。旦夕就早晚啊，生机就是不要跟外界接触。志就是记得记忆，红袖女子的红袖衣服。一般都是指美女啊。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解说。张宝在成都当知县的时候，有华阳的李卫的妻子，在四川地区呢最为美艳。张宝呢想要与她私通，到处请托尼姑奶妈。为什么会找尼姑？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出家人怎么会管俗事呢？啊，到处请托尼姑。这个民间可以讲尼姑呢，我们学佛人不能讲尼姑啊，我们要讲比丘尼，啊，或讲僧人啊。尼姑呢，就比较通俗的讲，俗人在说了啊。啊，到处请托尼姑奶妈呢。暗中转告他心中的想法，久而久之呢，李七也有疏通的意思。刚好李卫因贪赃枉法被举发，张宝就向皇上弹劾他，并把他监禁起来，彻底查办。后来将他流窜到岭外，死于途中。张宝呢，以厚礼贿赂李卫的母亲，强行娶走李妻。两人呢，如鱼得水，欢乐不已。啊，后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妻生病，
精神恍惚，啊，就是他的前夫呢，这个李卫的冤魂已经到了啦，啊，冤魂到了以后，这个李卫的妻子当然会四大不调啊，福报用尽了、啊，那业障就会现前了、啊，俗话讲死期就到了，死期已至了。所以李七呢生病的时候精神恍惚啊，看到李卫站在身旁啊，你看燕青教主已经来了，燕魂已经到了。临终的时候告诉张宝说了，我深深感谢你对我的恩情，不敢不将实情告诉你，李卫呢已经上诉上天了，已经投诉上天了，早晚要取走你的性命了，说完就死了。过了没多久，张宝呢也生病了。因而呢想起李父所说的，李父所说的话，防患非常严密，一步也不敢外出。有一天呢，傍晚在家里闲坐的时候，远远的看到堂下竹林中，有一位穿红袖衣服的女人呢，轻轻的向他招呼他了。啊，张宝在恍惚之间呢，以为是李卫的太太。啊，赶紧前往一看，原来是李卫。啊，李卫呢，将他捉住，并痛打他。臭骂他说呢，你这贼子，如果不是化成红袖美女，你怎么肯来呢？你怎么肯前来呢？过了一些时候，鼻子就出血，跟家人说明此事的原因以后，就死掉了。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唐延武少以一金石林，又其女俱钝，君使亦却进状，召出搜捕，吾俱罪，杀女沉水，以无后幸免。己在蜀得病，见女子在前，则曰：从今故事施行，难窃食吾复以金。今众俱罪，何不舍我而去，乃至见杀？真忍人也，我已数以阴草，其在明日，吾残具请命，黎民裹足，皆夫。此使节度威权，一毫使不得已。今人动要寻死，其之一死之后，恩变为仇，怨怨不已乎？我们看这一段的字迹解说。严武他是唐代的将领，严挺的儿子，他是呢华州华阴人，今天的陕西省，啊，他担任呢东川节度使、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啊，他在广德二年呢，破吐蕃七万余众，他担任嘉检校吏部尚书，封镇国公。他在四川呢多年，但是他呢知行猛政，他的施政呢非常的严苛，他穷奢极侈。就非常的奢侈，赏赐无度啊！他赏赐下属呢没有节制，赏赐无度。吐蕃呢不敢换进啊！李白写的那个《蜀道难》，就是在讽刺这个严武啊。那么他最后呢是在剑南节度使啊，后来病主死掉了。年纪大概四十几岁，啊，这是严武。金石呢，
掌军中的赏功罪罚。遁就是逃跑隐匿，义阙进状，义阙就是赴京都，阙就是宫门，城门两侧的高台，中间有条道路，台上起楼冠，借指宫廷京城，这个叫义阙，就到京城。进状就是城上树状，以无获幸免。这个就是我们这里面这个故事讲的，这个颜武呢，以酒呢来灌醉这个金石的女儿，后来金石呢到京城里面去投诉，那朝廷呢派人要来追查，要来查这个案子，造出搜捕嘛，要来搜捕他。那么这个颜武呢，就利用半夜呢，趁这个君使的女儿喝醉了，解开那个琵琶的弦，把她勒死了，然后把她存在河里面，放到河里面沉下去了。但是第二天呢，这个朝廷的官员要来调查的时候呢，搜捕员工的船呢，里面没有证据，以无获幸免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没有证据啊，所以没有办法办这个颜武。在蜀得病，在蜀得病呢，这个在《太平广记》呢卷130里面有这一段节录。这颜武呢，他担任剑南节度使的时候，他有一次生病了。他的个性很好强，而且呢，这个颜武这个人呢，他不相信这些巫祝之类。巫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道士啦，这些算命卜卦的啦，他不相信这些。如果有人跟他说呢，都被他这个判罪。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道士呢，大概跟颜武交情还不错。那个道士就跟颜武说了，他说：“公有疾呢，灾厄自重啊，冤家在侧啊，公何不自悔疚，以香火陈谢，奈何还固执如是？”他意思就是说，这位道士就跟颜武说了，他说你今天生病，你的灾祸快临头了，你的冤家就在旁边呢，你为什么不向他忏悔呢？你做一些功德回向给他，香火陈谢就做功德回向给他，为什么你还固执的这样呢？颜武怒而不答。道士又说了：“公事失之，称有负心杀害人是佛。”哦，这个道士也是有一点小功夫啊。他说：“他说颜公事失之，就是颜武颜公，你仔细想一想，你也没有负心呢，就违背良心呢，杀害一个人的事情呢。”颜武静思良久啊。这个颜武还是非常非常的固执啊，他沉思良久又说：“没有。”颜武道士曰：“是日至阶前，淹死者见某披士，某出位三金木灭，以功为遂，遂加贺者。他云：上帝有命，以为功所淹杀，以得情理。”安可言无也？他的道士就说了，他说我刚走到那个台阶的时候，那位颜虎就跟我投诉了，我以为是山精水怪，山精木怪了，就是山上总是会有这些山精木魅嘛，就是这些鬼魅啊，
我以为是三精鬼魅要跟你作祟，所以我还呵责他。结果这位女鬼跟他讲啊，我是上帝有命呢，我被那个阎公所冤杀，我已经拿到这个令状，想拿他的命呢，以得其，你就是想要拿他的命呢、啊，怎么会说没有呢？安可言无耶？就是这个阎鬼啊，跟那个道士的对话，武不测，阎武呢，他不敢做决定，到灾祸临头，他还是死不认罪。且勿问呢，他还在怀疑呀、啊，啊，所以这种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边见，他就是断见，他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这种人是什么事都敢做的，什么恶当都敢做出来，就像阎武这种人。他就在问这个道士说呢，其状肉火，他长什么个样子呢？曰：女人年才十六七，向上有物，是一条如夜气之前。哇，你看多厉害！刚才我们有讲啊，朝廷要派人来查这个案子的时候，阎武是在船的上面呢、啊，大概跟那个女的在，跟那个金石的女儿在饮酒作乐啊。那朝廷要来调查他的时候，他一紧张要毁尸灭迹啊，就用那个琵琶上面的那个弦扯下来，把那个女的勒死，丢到水里面去啊。这个道士就见到了，阎武问他说长什么样子，他说这个女人大概十六七岁，脖子这边有一条东西，看起来像夜气的弦。哦，你看，你怎么杀死他呢？那个证据都还在啊。武大悟，那个阎武就认罪了，他终于承认了，承认什么？临幸杀不死啊，冤魂不散啊。武大悟叩头与道士曰，就像那个道士叩头了。天数成圣人矣啊，是也，为之奈何？他说：“哎呀，天师啊，你实在是圣人呐、啊！可是要怎么办呢？为之奈何？”道士曰：“他既意面见公，公当自求之。”他说：“这个女鬼呢，坚持要见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阎武悔谢良久啊，阎武到这个时候来就后悔谢罪。监狱后以佛经执名啊，其免，这是什么？临死抱佛脚。他就要怎么样？他印佛经。那然后呢，烧纸钱，希望不要拿他的命，其免。道士亦肯为之请，这个道士呢也帮他求情了。女子曰：“不可，其在明日入晚。”他呢，非报仇不可。他说：“不可，不答应。”所以人啊，这个冤气呢，在他断气那一刹那，他知道是谁杀他的。你看，他本来是两个很恩爱啊，啊，阎武这个。阎武很喜欢他，这个恩爱的爱人呢，啊，把他勒死的变成仇家。所以老法师跟我们讲啊，我们还没证到阿罗汉呢、啊，破镜似乎都不能相信你所讲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用第六识的分别。第七世的摩那诸咒，第八世的阿赖也是啊，我们都用八思五十一个心所啊，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贪我爱我嗔我痴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地藏经里面讲的，所以为什么自信是跳脱善恶对待，自信它是绝代。他没有善，没有恶，他跳脱，他超越善恶对待。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原则：
善跟恶都在三界内。善只是得到乐报，恶只是得到苦报，但是都是三界内，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不能离开轮回。善有时候会变成恶，恶有时候也会转成善。恶转成善是你要觉悟，你要感化啊。所以这个女子说不可，明天呢，起明天日晚，明天晚上以前我就拿你的命。言毕切出，说完那个女鬼就出去了，至格子门佛然没，走到门前面的不见了，佛然而没就不见了。道士乃泄气，道士也不敢干你这个因果，道士说谢谢了，我不敢参与这个事情了，啊，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没有办法。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过的因果这个东西呀，哪怕是诸佛菩萨再来一样不能违背啊。你敢介入吗？你敢介入因果？这冤亲债主也把你当敌人，也把你当仇家，因为为什么？他认为你违背因果啊。严公遂处置家事的，至其日黄昏而卒啊。严公自己心里有数啊，严武啊，死期已到了，交代家人一些事情后，第二天就死掉了。失信就是女子不贞，这个女孩子当然她自己没有守住贞操也不对了哈，这叫失信。请命请求保全生命啊，节度使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是啊，这个严武呢，他其实是当很大啊，他当剑南节度使啊。节度使很大啊，等于是四川那个地区的一个，也是一个金头啊，啊，一个行政的一个长官呢、啊。好，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解说。唐朝的严武年少的时候跟一位军士为邻，诱拐他的女儿私奔，军士一状告到皇帝那里，皇帝下诏通缉，严武怕被治罪，将军士的女儿杀死沉到水底，因没有找到证据所以免罚。后来到了四川生病了，看到军士的女儿前来责备他说，我跟你私奔已经不对了，然而我实在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如果你怕受罪，你为何不抛弃我离开就可以呢？为什么还要杀害我呢？真是没良心呢。我已经上诉到阴府那里了，明天就要取走你的性命了。天一亮果然就死掉了。哎呀，此时应该要节制自己的权势啊，一点点也大意不得啊。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要寻死啊，哪知道一旦死后恩情变成仇恨啊，冤冤相报循环不已啊。那么这一段呢，其实很值得我们省思。这一段里面的重点就是在694页里面，他最后有讲，嗟乎，此时节度威权一毫死不得已啊。今人动要寻死，其之一死之后，恩变为仇，冤冤不已乎啊。那就是前面讲的节度威权一毫死不得已啊。就是你在位你有权势的时候，你用你的威权来造作恶业，来换这个邪淫的事情，
这在我们《无量寿经》第35品着数恶苦里面，这一品里面其三者，我们看这个经文，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这个言武呢，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这种人，不良之人，他是不良之人，身心不正，他担任一个节度使，他身心不正，不能作为一个表率，啊，不能够以身作则，这叫身心不正，常怀邪恶。他常常怀着邪恶的念头，常念淫逸啊！常念淫逸呢，就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所想的事情都是淫逸，好淫好色，这叫常念淫逸。身心不正，《黄念祖老居士》说，身也不正，心也不正。啊，常怀邪恶，黄念祖老居士说，心跟思想都是邪事，都是恶事，常怀邪恶，不走正路。啊，烦满胸中，邪态外溢。这个烦满胸中呢，就是黄念祖老居士说，这些欲望之火在心中都满了，都是很烦恼、很烦躁，因为内心充满这种意念、欲望，这叫烦满胸中，邪态外溢。邪态外溢呢，这一种不正派的这种邪淫的心呢，叫邪态，就流露在外了，啊。毁损家财，就是家财也浪费。那么这里面讲，视为挥华，就是颜如把用琵琶的这个弦的这个绳子呢，把这个军死的牛勒死。这个在《无量寿经》这个经文里面讲叫什么？叫做视为挥华，做违法的事情，所做的事情不合乎法度，甚至干犯法律。所以《无量寿经》这里面的经文就讲了，啊，如是之恶，住于人鬼，神明济世，诸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啊，黄念祖就怎么解释呢？他说：“如是之恶，就是啊，这种罪恶遭助于人鬼，啊，就是你做这些罪恶，这些鬼神都知道。神明济世，诸入三途，神明都有记录。”自然入到三途里面去了，啊，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这个是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里面讲，这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这个是指淫的果报，淫的果报。那么淫报有的时候呢，黄念祖就是说，要侵犯到别人，当然就会造了很多罪。如果就因地来说了，就因来说，只在男女恶子之间而已啊。为什么说他这么恶呢？就是淫这个事情呢，只有男跟女这两个人的事情，
那为什么说他这么恶呢？黄念祖就是说，他并没有伤害对方啊，但是这件事情最受伤害的是你自己的心呢、啊，因为这个事情唬住你的心，比什么都厉害啊，就是这个情执啊，这个爱欲啊，这个心魔啊，所以淫罪呢，大就大在这里。出家人，黄念祖就是说，第一条戒就是戒，就是淫戒。他说这个淫呢，这个事情呢很难对付。如果你犯了这个淫以后呢，那么这个众生呢就不能得度了。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呢，淫心不除，尘不可出，三界没办法出去。那么黄念祖就又解释了，所以一个人一生只要有一次染你的事情，就不能生梵天了。啊，梵天呢，是我们三界里面色界的天，叫梵天呢。啊，所以你想想看，出这个三界谈何容易啊？大家想要生梵天，有人还希望有小孩，已成家的人全部没有希望了。所以，如果没有念佛往生的大业法，大业往生的法门，那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地方呢，黄念祖就老居士特别提醒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啊，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们来报告净空老法师对于见他赦免起心思之这一段的开示。第一点，老法师说呢，在这个社会上呢，贪图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他说这个呢都是小利益。他说纵使你得到这些利益呢，你身心还是不安，你生活在什么，在苦难当中，在恐惧里面啊。他说呢，你得不偿失，你所得到的呢只有十分之一，失掉呢是十分之九。所以呢，古代人告诉你说呢，你忍受十分之一，你所得到的幸福呢是十分之九。那现在就是意思说，你忍受这个淫逸的心，忍下来，你所得到的福报呢是十分七八。啊，而这个东西呢是人力可以去把它控制的。所以世间人呢，你想要做到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人如果不读圣贤书呢，不知道圣贤的道理，不知道圣贤的大道，不知道活菩萨世俗间最究竟圆满的智慧的教诲，你就会把这些活菩萨世俗间最究竟的最圆满这个智慧的教诲，你把它当成迷信，你看作落后，你看作认为这些教诲都不合乎时代，不合乎时宜啊！啊，老法师说，其实古代的社会，他们讲的道德伦理，他们讲的规范，虽然那个时候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名字叫专制，那个时候是古圣先王的制度跟典章，它有一个规范的。现在人把它认为是不合时宜，认为是专制，认为是独裁。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现代人所立的法律，我们现在所定的规章，又有几个人肯遵守呢？还不是一样犯罪？
我们认为现在法律已经很周全了，法律定的规范已经很绵密了。但是为什么现在犯罪的人层出不穷？为什么现在的监狱都客满了？你看菲律宾，菲律宾现在这个总统一上任以后，就用不是法律的手段杀死的毒贩呢、吸毒的人贩呢，大概六七千人。甚至监狱都容纳不下了，关不了，太多了。那你从这一点来看，法律说现在的法律来规范所制定的一些规章，算是很先进的吧？是民主的吧？是合乎科学的吧？但是没有用，它所示的效果跟古代社会两个一比照，一对照，相差的距离太大了。为什么古代法律没有规定那么多，只是古圣先王他们制定的一些制度跟典章？我们讲五伦十义，我们讲伦理道德因果，城隍庙、祠堂、孔庙，古代这些传统的中华传统的道理，为什么可以维系这么久呢？为什么社会那么祥和？啊，现在的社会为什么这么混乱呢？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老法师说，古人所说的一句话：“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之过啊。”问题出在这里了。啊，现代人不读圣贤的书啊，就产生今天这个现状。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老法师说，在注解里面引用佛经里面的一段话，说得很好。佛言：人以世间不患他人妇女，心不恋邪僻，从事得无善。他说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教导我们，总离不开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能够遵守佛的教诲，五戒里面不邪淫的戒，十善里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佛讲五种善果。第一种就是说，你能够遵守五戒里面的不邪淫，还有十善里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你能够守住这三条，还有不邪淫这个戒，你可以得到五种善果。第一，你可以保住你的财富，不至于失掉。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破财。如果你不患邪淫，你就可以保住你的财富、你的福报，这是第一个。第二种，你守本分、守规矩，你不怕县官。从前县官呢是管司法的，像现在的刑警，你不会怕他们的，你不犯法嘛，所以你不怕县官了。那话又讲回来，你如果能够不邪淫、不杀生、不偷盗，你就不要担心公安嘛，你不要怕警察嘛，就是第二种。第三种，你不怕人，你不畏人，你的心呢是正大光明，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这是世间的善。我们讲的是花报啊，他没有学佛，他没有求生净土，果报在人天。这是第三种，就是说你不必不畏人，你心正大光明，那将来有机会就是升天啊。第四种是升天。
就是佛说呢，将来可以升天上，天上呢，玉女来做父。第五种，从天上下来，下生人间呢，都端正妇，都是端正的妇人。啊，就是你不邪淫，可以得到这五种果报：一，保住财富；第二个，不怕县官；第三个，不怕人；第四个，升天上；第五个，到人间来，都是端正的妇人。佛讲呢，这五种果报，三种呢是现世人间的福报，两种呢是将来时候升天享天福。啊，第三呢，佛又说了，如果你在人以世间淫欲换他人负你，从事得五恶。他说：“你破戒作恶呢，你也得五种恶报。第一种，家庭不和，就是家事不和，束网钱财，你的钱财呢，财产会流失，一家会不和。”老法师说：“这个果报很可怕。俗话讲，家和万事兴，家不和，这一家必定败亡。”他说：“现在这个社会，换这种过失的，闹婚变离婚的。”离婚率高，离婚就是家庭就散掉了。离婚对儿女是最严重的伤害，严重的打击，这个罪过祸报就不得了。他说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人讲这个道理，这是第一种，家庭不和。第二，怕县官，畏县官，常以垂杖从事。现在表面上好像是看不见了，以前犯这法的话，一定要受法律的处分，要坐牢，要监禁，要处罚。现在这个呢，啊，跟古时候法律不相同了。第三种呢，第三的果报是自欺欺人，身心不安。啊，所以老法师说呢，犯这个邪淫呢，啊，我们在《无量寿经》黄念祖的记的注解里面看《无量寿经》的经文呢，啊，又其名籍呢，记在神明，央救千灵呢，无从舍离，啊，就是在阎王的登记簿上呢，早就有名字啦，神明那里呢，也都有要受报啊。殃救千灵呢，无从舍离。啊，这个罪业呢，这个业罪报牵引着他，是没有办法舍离的，只能够跟着业报走，就像颜武一样。我们今天所讲的颜武跟张宝，他们都是当官的人，他们有权势，就是《无量寿》里面讲横行威势，轻易以人呐、啊。所以呢，他所造的罪报呢，罪业呢，就是殃救千年，无从舍离，逃不掉的。但得前行，入于火候，怎能前行？入于地狱，铜墙铁柱，入袍落，下油锅。这个罪业的身形呢，只能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地方可以去。身形摧碎，身跟心都摧毁了，都破碎了。身形苦极啊，形是身形，神是心神，身跟心呢都是苦到极处。到这个时候来，当时之时悔复何及啊！到这个时候再后悔都来不及啦。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若讲了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